楚英文化艺术团所制作的农耕休闲风展演在日前完成了三个场次的表演，在鹿野永安永昌活动中心做了表演，而剧中以拜访歌、从军之歌、犁田歌还有丰年祭歌等，让现场的观众相当的感动。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分享我们台东马兰所唱的农耕休闲风，请大家掌声欢迎他们。活动当中，当地的原住民舞团也现身表演，做了最完美的交流表现。更唤起了大家对于自己族群特色的重视，希望未来继续传承下去，才是这一次展演最大的目的。以上新闻东台新闻部陈敬业的采访报道。